今年央视春晚嘉宾阵容公布。据春晚微信公众号消息，大剧透，春晚进行时新媒体特别报道强势来袭，名单主创团队杨东升、秦新民、邢时苗、夏雨，主持人康辉、朱迅、尼克买提、李思思、任鲁豫，嘉宾有李小燕、周杰伦、容祖儿、周渝民、佟亚、黄渤、张艺兴、萧敬腾、袁亚伟、李马希、李易峰、江疏影、景甜、杨洋、郑恺、杨紫、凤凰传奇、张也、吕继红、冯巩、潘长江、蔡明、贾玲、孙涛、秦海璐、陈晓、云飞、扎西顿珠、王子和、云朵、敖日奇愣、雷佳、李谷一、谭维维、孙楠、陈伟霆、 TFBOY、 沙溢、胡可、张国立、王凯、李琦、白凯南、林永健、李明启、戴春荣、林志炫、言承旭、派伟俊、李云迪、黄晓明、钟汉良、夏利奥、陈萨、平安、于维维、古巨基、张碧晨、潘长江、蔡明团队、冯巩团队、方方、张晨光团队、娄乃明、非洲演员团队、贾玲团队、孙涛、秦海璐团队、李永健团队、少林武当团队。